那么乐冈娱乐中心一直是以创造乐冈朋友的福祉为目标，其中也是以乐冈学院为重点。因平常时拢会举办真侪有特色的课程，让咱的乐冈朋友唔单是有正当的休闲活动，当然也会当认识更加侪朋友。为了要强化推广这个效果，这礼拜六就要来举办新歌发表会了。除了讲有各种的表演、甲电视以外，也有电影、形象等等，欢迎咱大家会当来加乐冈娱乐中心为因鼓励。南门乐冈娱乐中心一直以来拢以创造乐冈朋友的福利为目标，其中乐冈学院更是重点。除了平常时会举办一系列的课程活动以外，为着要加强推广学习成果，将要伫20号上午举办成果展，期待更加侪乐冈朋友会当做会加入。因为现在很多的执行课程都是由我们政府都有相关相对的补助，但是我们劳工娱乐中心并没有，所以我们就把它锁定说我们的课程要跟人家不一样，所以我们就锁定性无感的部分，包括我们在每一个节庆的时候，我比喻比较简单的，那你霸掌就端午节可能出不了霸掌，可能少年人也没办法，所以我们就跟很多餐饮学校合作，我们在端午节就是爸爸妈妈带着小孩共同来把霸掌，政府在补助的课程，有些课程他是不补助的，他认为是玩票性质，南宫紫微斗士还有那个寡金刚啊，哦，就断你的这样的一个运气。那我们也开了这个课程，每就这类的课程都是秒杀，因为大家可能在生活上、事业上、就业上有些不顺，所以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怕感，然后大概怕细感，如果解套的部分，所以这样部分我觉得这些学员都蛮肯定的，而且大家都为了这很多不顺，结果学到这一套课程完了之后，伊家己向了解讲，我也无说那是变啊，互相能够这样的一个求到平衡点。今日也举办记者会，向大家五个精彩内容。会中更带来劳工学院肚皮舞班的好玩表演，好玩也欢喜的表示，参加课程了后，除了让平常时有正当的休闲活动，也可以认识更加侪朋友。透过跳舞的过程，也让伊的身体更加健康，感觉家己少年了几啊岁。除了动态的表演以外，现场有白光、手工纱布等等手工的静态展示，每一项内容拢相当的丰富，充分展现出好玩的热情甲成果。欢迎有兴趣的民众会当伫20号来到乐冈娱乐中心，做伙来感受丰富的成果。记者葛佳敏、新亚区采访报道。